一个香菇啦啦啦，两个香菇啦啦啦，三个香菇，哇，好漂亮哦！那是当然的啦，因为啊，在卡通农场里面的农作物都超漂亮的哦。让我们一起来养养小动物，种种果树，体验一下返璞归真的生活吧。哎，我来养只小猪好了。啊，我的小麦忘了收成了啦！在卡通农场黑队中，你可以种植农作物，养养小动物。等到收集足够的资源后，还可以打造蛋糕烤炉和冰淇淋机等机器，将自己种植的新鲜农产品制作成美味的食物，简直是退休后的生活，好惬意啊！还可以建一些咖啡厅啊、烤肉架之类的，让整个农场生气勃勃。最重要的是，游戏现在免费下载哦！大家快来体验清新又充满生机的农场生活吧！